们从来没有全家一起曝光过。也谢谢你们，这人生第一次，你真的是，你看何德何能。我也可以不用，好不好？然后我想抱他，好可爱哦。我太怀念那个钻石小孩了，好可爱，他真的好稳定，好可爱。他在你怀里住了，好像比较像你的小孩啊。对对，有像。他好安全哦，他真的很认真哎，他就是我生的。他跟你对抗会哭啊。今晚10点，东森综合台，小姐不惜地。